妈呀，这几个人太可怜了，和自个配到一块儿了，成盒是他们唯一的结果吗？不是。本节目由钢枪钢不过落地做成盒的自玩酱出品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自玩酱，带你见证吃鸡儿的一万种死法。太可怜了他们。哎，这还有人儿，你气人不？来人了，俩。哎呀，吓跑了，你怎么？妈呀，妈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气人不？呀，气人不？哎呀，全死了！哎呀妈呀！哎呦我去，这把太激烈了！哎，撤票子！这边来啊！快撤，扶起来了，肯定扶完人了。咱子弹少，子弹多，高低怼死他俩，知道不？这子弹太少，子弹多怼死他俩。换枪，别着急。你说气人不啊？又让我撂了。多气人啊，他要多气人有多气人，又让志哥给撂了。哎呀妈呀，来了，哎哎哎哎哎，完了完了，哎呀没干过他。咋遇不着人呢？哎呀我天，这炒作方方面面啊。飞个360度大回旋，哎，这就是你自个的车技啊。哎呀哎呀，小嘎嘎跟自个俩嘚瑟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么多人。我是自玩酱，一个永远吃不到鸡儿的游戏玩家。